以赛亚书第四章。在那日，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，我们吃自己的食物，穿自己的衣服，但求你许我们归你名下，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。到那日，耶和华发生的了必华美尊荣，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。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，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，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净。那时盛在锡安、留在耶路撒冷的，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、在生命册上记名的，必称为圣。耶和华也必在锡安全山，并各会众以上，使白日有烟云，黑夜有火焰的光，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，必有亭子，白日可以得任避暑，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，躲避狂风暴雨。